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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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美好的一天哦，欢迎一起来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新。那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05分到11点，欢迎锁定教育电台彰化分台乐活 ING 节目，每天跟着小田快乐 ING， 青春 ING， 活力 ING 哦。今天大家看看窗外的这个天气哦，昨天太阳比较大，今天稍微有一点乌云遮住了、哦、因为我们今天的中部地区的五个县市呢，这个白天呢都是晴时多云哦，或是这个阴时多云哦，那到晚上呢有些地方才开始降雨哦。那这礼拜呢大家的天气有如洗晒温暖哦，有时候都是这个阵雨，有时候到太阳，那有时候呢又是这个阴天哦，但是没关系呢，我们的心情只要每天是晴天就够了、哦、跟着小田每天乐活 ING 吧。虽然这个阴时多雨的天气哦，但是我们紫外线指数呢，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哦。中部地区呢，除了云林是6哦，比较高亮之外呢，其他都是中亮哦，都是5哦。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防晒，多喝水，尤其冬天到春天交际之这个季节齁，这个病毒呢会比较肆虐，那大家呢这个体质上要稍微来做调整，尤其身体自己要顾好哦。那在这边小田跟大家来做一个电台的广告、哦、第16届金声奖暨媒体素养特别奖展开咯，由这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呢办理的金声奖，素养有校园广播小金钟之称，为了因应新媒体时代，也配合教育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特别新增了媒体素养特别奖哦。由于年轻族群哦时常通过网络接收跟查询一些资讯哦，导致错误的资讯呢，因此传递的更加快速哦，就是转传啦、啊。那今年新增了媒体素养特别奖，希望唤起学生对媒体识读的能力哦。那我们的这个征件的对象呢，主要是以这个大学哦、大专院校跟高中职的学生来报名参加。那从3月1号就展开了哦，大家现在还不慢哦，因为到4月30号中午12点了截止了。这段时间大家还是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那多培养这个媒体方面的素养哦，对大家无喝不败啦哦，因为这个网络讯息呢跟这个分众这个平台太多了，大家讯息爆炸嘛哦，对自己的这个讯息要过滤哦，也要养成对讯息判断的能力哦，不然我们会很容易被带风向啊，被吹向大海去哦。好，小林开玩笑的。那我们今天的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了，又准备要放假了、哦、大家呢再努力加把劲了、哦、好好工作，好好读书，好好听乐活 ING。 那听说呢明天呢有一个活动、哦、这个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哦、瑞典女孩发起的全球罢课行动，台湾有几所学校参加了，这个小田明天早上会跟大家来做分享哦。这个运动呢，大家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哦，因为对我们的生态气候有影响。那待会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呢，要进行今天的礼拜四健康九九单元，大家待会见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05到11:00，欢迎锁定教育电台彰化分台乐活 ING 节目，每天可以跟着小田快乐 ING， 青春 ING， 活力 ING 哦。那今天是108年的3月14号，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11哦。外面呢这个太阳呢没有像昨天大，但是我们的心情跟太阳一样灿烂，因为今天星期四哦，健康就走单元要带大家去关心我们的这个健康问题。那今天小田呢很开心的邀请到一位专家哦，他是我们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哦，主治医师哦，陈柏华医师哦。小田这个转得太快，转速太快，稍微慢一下哦。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主治医师陈柏华医师，他是泌尿科医师，他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这个射护腺肥大该怎么办哦。这个现代人呢，我们知道年纪增长了毛病就来了，但是没关系哦，有专业人士跟我们来做这个讨论呢，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哦。那我们相信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呢会更美好，更有一些可以防范的措施。那小田要很开心，要请到陈柏华医师跟听众朋友来 say hello。医师你好。小田主持人，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泌尿科陈柏华。陈柏华医师，那你每天的这个乐活进行式是什么？小田每天是跟听众聊天，是吹吹风晒晒太阳，那医师你的每天的乐活进行式是什么呢？我个人的话，以我身材看起来的话，就是喜欢美食啦啊。可是除了这以外的话，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我很喜欢陪他们。对啊，所以当然在工作忙碌当中的话会很累，可是回家的话跟他们看到他们笑，看他们玩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乐趣啦。所以以后有这个彰化美食可以请叫陈柏华医师或是这个亲子餐厅，他一定都知道哪些地方就是不是踩雷区，对不对？尽量不要。是，陈柏华医师，那我们知道这个现代人就是像工作压力大也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是台湾跟日本一样嘛那其实很多国家都这样子，所以这个疾病呢也会带上身尤其这个你们这个泌尿科有很多这个疾病呢，都是我们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呢来做这个咨询那像我们今天主题射护腺肥大，那这个射护腺呢，像这样的一个器官呢，它的在人体上面扮演什么功能？然后它大概是什么位置一般人有听过，那知道要多吃南瓜，但是对它其实还是一知半解本身的话，在我们泌尿科其实有两个我们所谓的吃饭的家伙啦，第一个是射护腺，第二个是屎，那我们所谓的泌尿道结石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个射护腺肥大，类似的状况。那射护腺的话，本身的话，它是一个分泌一些内分泌的物体的一个器官，它特别位置是在那个膀胱下面。当然就是以男生为主，只有男生有这个东西齁。所以它刚好是在我们的外括约肌跟内括约肌的中间。所以大部分很多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话，尿不出来，通常都是这个东西所塞成的。可是很多人都会把尿不出来跟射护腺肥大化成一个等距，可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其实射护腺后面就是同我们所谓的我们的膀胱，它其实被我们很多影响的话，就是膀胱无力啊，还有这些这个名词啊，所以就算是被累，算是被坍塌的一个器官啊。所以这个，所以除了射护腺肥大以外的话，其实有些症状的话，只要有类似我们所谓的下泌尿道症状，都要来泌尿科来去评估、去询问这样子。对，然后对啊，所以我们那个器官的话，当然可以做一些保养或者是保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一些吃南瓜籽啊，可能吃一个番茄、喝番茄汁之类的东西。可是通常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症状的话，要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所谓的下泌尿道症状所以下泌尿道症状包括很多种，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到时候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我们陈柏华是第一次上节目做来行，知道我们要来听歌大家起来动不动因为如果没有运动，听说对这一个呢射护腺肥大也会有影响，对不对？也是会有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起来动一动，大家一起来动，不分男女为了健康起来动一动，我们听这首
音乐，再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Open your mind， 就爱交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05到11:00，请热烈锁定教育电台彰化分台乐活 ING 节目，每天听小田的乐活 ING， 每天可以快乐 ING、青春 ING、活力 ING 哦。今天到了星期四，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健康九九。那今天这一集呢，大家一定要听哦，尤其男性朋友或是女性朋友，你们朋友男性哦，有关心的这个长辈啊、家长啊，还是你的另一半都要听哦，因为这一集的主题是射护腺肥大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陈博华医师呢，这个专家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议题哦。我们知道陈博华医师哦，他有参加过这个手术比赛呢，参加比赛哦，这不赶快哦。那今天他来分享这个部分呢，大家相信呢可以呢知识满满哦。那医师你好，我们再度回到现场。好，你好，大家好。那刚那一段我们就是说要讲症状啦，所以我刚之前有讲过，就是射护腺肥大，很多人就是跟排尿困难跟射护腺肥大画上一个等号，其实不一定这种症状，所以很多原因会造成排尿不适或是不舒服的症状啦。所以这些症状有哪一些，通常是就医的时候病人不会跟你说哦，我射护腺肥大来看，它都是有一些症状，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有哪一些症状要稍微自己注意一下，要来看门诊，所以我们从症状开始才可以帮你做一些所谓的客制化的治疗或是检查啦。所以那些症状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有通常是简单来讲就是分成储存尿液跟排除尿液。那储存尿液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它分成，就是来诊间的话，医师都会问你说你会不会频尿，会不会每次尿尿都会尿急的感觉，就是很急很急很急的那样的感觉。另外比较特别的就是夜尿，夜尿的话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很多种，有些人是白天在睡觉晚上在工作，然后所以我们的夜尿的定义是你睡觉入睡眠之后，因为有尿意感被起来，不是说因为你睡不着起来走一走吃个宵夜尿尿，这个不算齁，所以就是你起来因为你有尿意感被尿意感吵醒的，这个才算齁，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储存尿意的症状。那排除尿排尿的那个症状的话，也包括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你尿的越来越细，觉得感觉比较无力一点。有些另外一个包括就是会不会断断续续的感觉。尿尿的时候会不会用肚子的力气，或是要感觉一定要把它挤干净的那种感，那种力道。或是最后一个症状是就是你尿完之后感觉又怪怪的，好像也有点余尿在里面。那种的话就是所谓的排出，就是我们膀胱在把尿液排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以这种五个这个八种症状，我们自己医师会评估一下，会给每一个症状1到5分去评估一下，这是所谓的一个 IPSS 的分数，所以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射护腺评估的一个分数啦，所以它是评估病人的一个储存尿液排出尿液的症状。所以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就是会客制化说这个病人到底是他的膀胱是不是有点膀胱过动啊，还是说他膀胱是有点比较无力，去评估这些病人。那评估的话就是每个人都不同，以他的年纪啊，以他的状况来评估啦。好，所以像假如是比较有些大部分我们的病人都是比较老年人啦，可是我们也有遇过一些比较年轻的。像是有些小朋友带可能18岁十几岁，妈妈很担心就带过来说那个我家里某某某会频尿，这样子正不正常，可是这不是射护腺吗，射护腺不是老年人，他才20几岁18岁，为什么他有这些症状。其实这有另外一种疾病叫是慢性射护腺发炎。射护腺的话在男性来讲的话是有2个大族群啦，简单来讲就是分40岁以上40岁以下。40岁以下大部分的族群
很长的诊断都是慢性射物腺发炎，这种话就是其实它也有类似的症状，刚刚讲的那几个症状它都有，可是它射物腺不会大，所以不会大的话，而且它没有退化性的疾病，像是小朋友，因为现在有骑机车的人很多，所以有时候脊椎受伤，它也会造成排尿困难的问题。假如他都没有这些疾病的话，他射物腺也不会肥大的话，他没有理由排尿会有困难。所以他这种话就是可能我们所谓的一个算是垃圾桶诊断的。垃圾桶诊断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诊断不出来的东西，就把它丢到一个垃圾桶里面，这个是我们垃圾桶诊断了。所以就一个大的，算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其实这些病人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所造成他这个原因，所以他这种病人其实真的很难治疗。所以他有类似的状况，然后有排尿困难，他觉得下腹觉得怪怪，会阴部觉得怪怪的。其实这种病人的话，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的验尿，测一下余尿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大致上评估这个病人的症状。通常年轻人的话，排尿困难是比较没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说我们要排除其他原因，像是有可能结石啊，因为现在人吃越来越好，还是有可能一些结石的问题。那年轻人难免会出去有点玩嘛，所以有点尿道感染，这个也要排除掉，或者是一些假如真的有一些性行为的话，那也要排除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性病的问题。好，这些的话简单的尿液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这些问题。好，所以这种话排除完之后，他尿液都是 OK 的，没有什么危险的性行为还是怎么样的话，这些比较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会是一些所谓的慢性射物腺发炎，这种话其实也可以做药物做治疗，然后那药物很多很多种，那个像是简单的射物腺药物啊，止痛药啊，肌肉松弛剂、放松膀胱的药物，它是其实治疗的话，其实是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它会用很多不同的药物去进去用。然后我们用这种鸡尾酒疗法后，我们会一颗一颗药物慢慢拿掉，看它怎么控制比较好。所以我之前也有治疗过有些小朋友的话，其实用这种鸡尾酒疗法的话，其实他的症状都可以，大概剩下 70% 到 80% 都症状都可以控制，都 OK。 可能一天吃个一两次的药物，过了两三天可能又有症状在吃。所以我们的话会以不同的症状来讲啦。那有些因为现在的社会也比较紧张一点，或是压力比较大，其实这种也会影响到，所以我们身体的话，生理化也心理上也会影响到生理，生理会影响心理。所以这种话其实有时候我会请家人说，只要是让他有机会去放松出去玩，其实他这些所谓的下泌尿道症状都会改善啦。其中一个下泌尿道症状就是膀胱过动症，所以你假如有些研究发现，就是做瑜伽或是针灸或是做一些放松的一些心理放松的一些运动的话，其实对病人这些下泌尿道症状都可以改善很多很多。所以这种话其实在大家这种那么紧张的生活或是工作环境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话，其实真的要找时间去放松自己的心灵，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上疾病其实真的是有帮助的啦。嘿，所以大致上这个年轻人的话要注意的话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的大族群的话，就是另外一族群，就是40岁以上的话，那这个话我们之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话题大家会紧张，没关系，陈博豪医师齁他要大家起来动动，因为我们要听这首歌曲，待会听完音乐跟公益广告之后呢，再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们听四叶草的谢谢理由，大家起来动动，不要害怕疾病哦。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05到11:00，欢迎锁定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彰化分台乐活 ING 节目，每天跟着小田快乐 ING， 青春 ING， 活力 ING 哦。今天是星期四，我们进行大家最喜欢的单元之一健康九九，因为大家都喜欢健康嘛。那今天呢，健康九九单元呢，这个主题很重要，这一集一定要听哦，因为是射物腺肥大该怎么办。那今天没关系呢，该怎么办，小田就请来一个专家
教你们该怎么办。我们开心呢，今天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陈博华医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食物性肥大该怎么办。那我们在前头段节目讲到，这个食物性肥大有些症状，那像这个你用尽的洪荒之力呢，还是无法尿出来，这个就要注意咯。所以刚医师有说，你用尽洪荒之力还是不顺畅的话，就真的要注意的。那像现在很多人在骑自行车，这会不会压迫到，会不会有影响？有些研究是说会可能会稍微有点可能会造成他发炎的状况了啊，有些书上的研究也是发现，就是说你骑车骑太过某个里程数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那个射物腺指数变高了。其实它不会，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说，造成射物腺癌其实没有相连性啊，只是说有时候可能是你骑车之后可能射物腺指数变高，然后就医的时候刚刚好就医的时候因为你射物腺指数比较高被诊断出射物腺癌，可是那不没有说你骑车还是什么造成你的射物腺那个射物腺癌的那个几率变比较高一点啊。齁，射物腺的目前的危险因子包括一些像是家族史齁，或是一些西方饮食之类的这样子齁。所以比较有之前书上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就是日本人跟日本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两者的话，其实他发现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其实他发现他们的射物腺的癌的几率比较高一点，嘿，所以那个有时候可能跟饮食有搭上一个算是我们都比较危险的因子，然后所以可能西方饮食的话可能稍微各位要可能要注意一下哈。各位的话就是除了症状的话一定要就医来给我们的医师评估，因为刚讲的射物腺在膀胱底下，所以膀胱往往都是被射物腺砍脱，所以他有时候就是奇怪，就是射物腺越来越大，然后造成那个膀胱无力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自己各位要注意的一个点啦。那其他的话就是包括一些饮食的话，其实我们泌尿科的话没有很大的一个禁忌，说有什么吃有什么不能吃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最大的重点就是你水分一定要补充够多，所以水分够多的话，其实你膀胱够胀的话，你排尿才比较有力。所以等我们处理射物腺肥大的话，其实就是一旦你射物腺太大造成阻塞的问题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用药物先治疗，真的不行的话才会考虑到所谓的开刀啦。所以有很多很多种说为什么要什么时候要就医啊，什么时候要开刀，所以你一旦有症状就是要来评估，假如是比较好一点的习惯的话，我们是可能会建议每一年检查一下，做一个身体检查，这个都为了自己的健康的话，为了自己家人的话，因为现在开始我自己也开始有体会到，因为自己也开始有家人有小朋友啊，也是希望可以长长久久陪在他们旁边，所以自己的话我是觉得一定我都会推跟别人讲，是你自己看旁边的人，然后假如你要看他久一点的话，就是你自己要保护自己，或者是自己要对自己要去，因为自己是自己的身体啊，不要说真的坏掉才来找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其实你只要，其实我都会把我们医生当做一个比例啦，就是我们其实在修东西，可是你修东西越好的话，其实我们越好修，你只要东西都烂烂的话，那其实我们再怎么厉害，再医术再怎么高的话，其实也是有限啊。我们就是医生啊，我们不是上帝或是神仙啊，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自己病人其实是最自己的是最好的医生啊。所以我是觉得稍微自己注意一下身体的话，其实在整体环境的话其实真的是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在就医方面的话，其实各位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的话，就是你在排尿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不要等到太晚，所以我都会跟别人另外一个比例就是
射物线这些症状，其实就像那个我们实验室有时候会，或是小时候，假如乡下的小朋友的话，就是有时候，我之前阿公都会煮那个青蛙汤，有时候就是青蛙丢在里面，然后慢慢煮，慢慢煮，然后所以就是热水煮青蛙类似这样子，所以它其实症状刚开始可能不那么明显，不那么明显，可是通常就医的时候都是那种很严重、很严重的，那个时候眼睛膀胱整个。有所谓的膀胱无力，膀胱无力的话，其实就是刚讲的，就是膀胱整个都被砍脱，所以它那里面膀胱的，其实膀胱就是一个肌肉，它要把那些尿液挤出来，然后可是你外面的射物线又挡住它，所以你一直挤一直挤，它那个是一个一块肌肉，所以它像我们就是练肌肉的话，它越练越大块，可是这不代表好，因为它肌肉。在变化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纤维化在里面，所以它一纤维化的话它就没办法收缩了，所以在医术再怎么高的话，其实那些纤维化是没办法可逆的，所以你只要不早一点治疗的话，其实你到最后已经变成一个煮熟的青蛙，你已经没办法再救回来，所以我们通常是开始轻微症状开始治疗的话，其实用药的话其实也不用每天吃啊，可能吃个一天觉得顺的话隔个一两天再吃，这是比较轻微的症状。好，然后在国外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国外就医比较贵，然后开这些药都要医师的处方签，可能看一次医师都是600块、700块美金这样子去算的。好，所以这样算换算起来的话，可能两三万，看一个医生就要花两三万块这样子。所以在这种不同环境的下面的话，其实我们的话。可以就医，然后比较容易就医，然后比较容易可以拿到一些健保的话，其实对我们人民的话，可以拿到一些药物的话，其实要我们灌输的话，就是一个正确的用药方式啦，齁，所以可能你稍微症状没那么明显的话，可以先吃个药，先稍微辅助一下，齁，可以不用每天吃，齁，所以那可是你到症状比较严重的话，那些阿伯或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都会问我们说。我这个药物到底要吃到多少，吃到多久，然后我们老师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吃到死为止，是所以就是开玩笑的话，就是他们就觉得说诶，那个我有些阿伯会听得有笑笑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那个就是也，可是他的症状已经是要长期吃药，因为你只要不吃，他不吃的话，他的尿就会留在膀胱里面，那膀胱里面的话就是其实尿刚开始是干净的，一旦持留太久的话，它就会变脏，变脏的话就是会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感染的话，其实简单的膀胱炎的话，其实你只要尿的干净的话，它就是它不会比较不会容易感染，可是它通常只要比较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上泌尿道，上泌尿道就是我们的输尿管道肾脏，所以一旦影响到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很严重的话就是真的就是败血症，然后就可能就是需要进加护病房去做治疗，所以这个话其实不是一个单纯就哦简单的有些阿伯进来也是说啊加油啊开几颗药给我就好，可是这不是正确的就医方式，我们还是要评估你的膀胱症状，所以来我的门诊可能比较老套一点，所以我会跟他说哦你要做这个，然后有些阿伯就很有时候不开心，就说啊我就开药就好了，你给我检查那么多这样吧吧吧，就会很生气，可是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其实我们都要帮你做一个全身的评估，你只要没有在我们医院或是没有在我的门诊就医做射物线检查的话，我的检查的方向会比较多一点，可是我相信我这个都是对病人好的，然后所以这个都是必要的，在他的可能抽个血啊，验个尿啊，哦，所以有些阿伯跑的流程他会跑的哦好累好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可是这个是我们因为病人的叙述只是一段，可是我们做这些检查的话，我可以把你的叙述的东西量化一个数据，所以这些的话其实对病人有帮助，所以之后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东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陈博医师讲的话大家要吸收，这个我如果家里面有长辈呢，嫌这个麻烦，我们要陪他去帮助他，因为这个经过这样的反复治疗呢，一定会有所好转。 Open your mind，就爱交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乐活 ING 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田田志新。那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
10:05到11:00，欢迎锁定教育电台彰化分台乐活 ING 节目，每天跟着小田快乐 ING， 青春 ING， 活力 ING 哦。那我们教电台彰化分台呢，这个收听频率呢，大家可要牢牢记住咯，台中彰化跟云林地区是 FM03.5， 苗栗呢是 FM103.9， 南投地区是 FM98.1 哦。大家除了透过这个 radio 收听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到教育电台的官网，或是下载我们的 app， 连上网络哦。网络国界，每天快乐跟小田往前冲。那今天星期四哦，我们要继续进行健康求走单元最后一段节目哦。那很开心呢，我们来宾呢来自彰化基督教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陈博华医师，跟大家聊很多他在这个问诊看诊啊过程中遇到一些关于这个射物腺肥大患者的他们的一些点滴哦。那这段节目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哦。那医师请教一下，这个射物腺肥大那结石哦也会嘛哦？嗯，也会影响吗？结石，对，结石的话，它有时候太大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尿不顺的话，其实它那个结晶都会在膀胱里面，所以我们有些比较所谓的不听话的病人，他可能拖到很久就觉得，奇怪，怎么尿尿有血？哦，这个时候其实看到血，大家都会害怕，就会赶快来就医了哈、哦。所以他可能之前觉得啊，我还尿得出来，都还 OK， 可是到最后就奇怪，尿出来可是红的，我也害怕，然后赶快来看，就检查一下膀胱里面有很多一颗一颗石头。所以这个也是会遇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石头，然后也看到很多很大颗的，很多小颗的，所以在尿滞留越久的话，其实它在尿液在里面打滚的话，其实那结晶结合的话是就很多，就是会造成那个膀胱结石啊。所以这种话还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就医的话要注意一下的问题的。好，那其他的话就是刚可能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特别是感冒季节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些感冒药会造成你尿的不顺，所以这个有时候射物腺肥大的病人的话，其实在就医，在冷天气变冷，像最近的话可能早晚温差很大的话，就是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先让自己不要感冒，真的很不幸的感冒的话，就医的话就要跟那个就医的医师讲一下，说我有在吃射物腺肥药，射物腺肥大的药物，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些阿伯就奇怪冬天突然尿不出来，然后问一问就发现他最近感冒，最近吃了感冒药，看一下他的那个健保局的云端药物，发现他有吃一些流鼻水的药物，吃的时候其实他就尿不出来，他就很紧张，他就赶快来就医，可能来急诊放个尿管之类的。所以假如他像这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吃药不顺的话，一直反复的尿道感染啊，反复的血尿，反复的插尿管的话，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要需要开刀的一种所谓的开刀的适应症啊。好，所以我们虽然外科医师每次开刀就有钱拿，可是我们不是随便乱拿病人来开刀的，所以我们还是会抓一些病人，就是所谓的手术适合的手术适应症。他有办法一定真的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们才会来开刀啦。齁，特别像射物腺肥大的话，这种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像这种有些症状真的药物真的没办法控制的话，就是最后一步没办法的时候就是要开刀啦。齁，开刀的话，其实我们目前射物腺肥大的开刀方式就是经尿道进去，所以都非常安全。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我们的医院的话是用那个双极跟雷射的主力为主，我们没有在用单极，因为单极的话危险性比较高一点，它的冲水的是用一种是蒸馏水，所以那种的话会比较容易造成那个水中毒的那个并发症。目前的话我们都是用那个生理食盐水在冲洗，所以目前的话还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个水中毒的那个案例啊，所以目前的话，我不管是用健保或是用自费的雷射，其实都是非常安全的哈。所以我们从50岁开到可能90几岁都在开了，所以不要说，我90几岁，我80几岁，我可不可以开？可是虽然就是国外有一句啊，哈 ，age is just a number， 所以它是
你年纪就是一个数据而已啊，你80岁不代表没有比我健康啊。齁、哦、我看到有几个阿伯身材都比我好，然后抽血那个健康检查都比我好，所以不是因为他80岁就不能开刀，所以我们还是会评估病人的状况这样，他只要没有什么症状他还是需要开刀，他还是要得开刀，所以不要说80岁就不能开刀，70岁不能开刀，没有这种症状，所以我们还是会评估病人的整体的状况来看啊，来分享，所以不会说你，所以可是像我之前刚刚讲的，其实你身体的那个越糟的话，其实我们越没办法帮你做治疗，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自己要保护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只要自己心脏方面控制不好的话，那些的话其实那个对麻醉那些都是很大的风险，所以你只要一个环节松掉，其实后面的都一直开始松掉，我们到最后我们外科医师可以用的可能就只有药物来做，药物的话其实跟手术来比的话还是差很多啦、哦、所以真的药物真的没办法控制的话就是做手术，所以可是你做手术的话你身体也要够好，所以每一个环节要自己顾好，所以我们你越顾好的话你愈后越好，所以我这边的话只能跟大家提醒，就是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稍微照顾好，然后每个东西每个环节做好的话，其实对我们医疗方面的话或是医护人员的话，其实在照顾本身的话其实都很好的愈后，所以大家都医师也开心，病人也开心，所以大家都 OK， 病人也顺利的出院，然后医师的话其实也看到病人好，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了，对啊。陈博医师，那像这个手术后这个治愈的能力呢，治愈的这个他这个比例呢会比较高吗？嗯，一般来说会，因为可是重点是说你要评估，就是我们术前做那么多东西就是要评估他的状况，所以你来我们的门诊的话，我们会评估一下你的射物线大小啊，你射物线指数啊，你的尿流数就是评估你的膀胱功能怎么样，所以某种方面的话我们就要评估你的膀胱好不好，所以我们膀胱好不好的话就是做一个尿流数，我们有一个数据看一下你尿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在这种尿流数我们可以把它量化的话，有一个数据的话，其实我们对病人的卫教对术前的那些沟通的话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些病人会觉得说我花了几十万用自费为什么我尿不出来，花几十万不代表一定会尿出来，那个是膀胱，你只要太晚就医的话，你膀胱变差的话，你花个100万，其实你还是尿不出来。所以，我像我之前跟你讲，之前前面讲的就是你的身体要照顾好，你每个环节只要都顾好，你膀胱还有力的话，我把射物线拿掉的话，你一定尿得很顺。只要你膀胱都烂掉的话，你膀胱都纤维化很严重的话，其实我在用好的技术，在好的器械。怎么开效果都一样，因为你的膀胱就是没办法收缩，可是不用担心膀胱的话其实它会慢慢恢复，可是就是要时间，可是要给它时间，可是很多病人有时候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我花个17万20万我开这个手术理论上要很顺，没有这种事情哦。所以我们就是前面的评估那些都很重要，所以就希望病人来门诊的话其实要配合我们做这些检查啦，所以只要没有做的话，其实医师很难去跟大家卫教，或很难去评估这病人的愈后好不好。对，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就等于有多少的效果，这个可能跟大家宣导一下，不是这种状况。所以就是我们会每个环节做。那雷射也是有雷射的好处，因为雷射的话止血效果比较好一点，所以跟健保，我们健保是用那个双极那个电刀去刮除，然后雷射的话是破坏射物线下面的血管，所以造成那血术后的流血的那个症状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假如经济够或是有保险的话，我们都会推荐要用那个雷射，因为那个真的是对因为出血的话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然后射物线这个血液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假如特别是像我们有些需要开刀的年纪都比较大，可能在吃一些像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那些抗凝血药物，那种话一定要用，不管去借去
银行借钱还是怎么样，跟周边借钱，跟触屏周转一点钱都要用这个自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这是书写，这是那个出血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注重的。我们身为医师这样子，好，所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样。好的，今天谢谢陈博怀医师跟我们分享输血肿大，我们这个预防胜于治疗嘛，然后这个保养胜于我们去修复哈。好的，那么医师，我们今天节目要进入尾声了，我们听这首歌曲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热火安居节目，医师跟大家拜拜喽。各位的观众朋友。